pills and all, ringing the bell, and nobody's coming to help. Your daddy lives by himself, he just wants to know that you're.想在家体验 omakase 的自助服务吗？这边可以换一个小框，也还可以吃烤肉，在自家可以创造出无限极致的美味的厨房。真香！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，这是女士们都梦寐以求的大冰箱，而且是 Miele 牌子的哦。包间的地方，想法可以有 heater。如果你觉得冷的话，不要担心，它室内即时可以加热的 heater。哇，这个砖头特别的贵，它不只要有设计感，而且能凸显出我们海边这种 Tuscan 风格，以现代化的冲击力是有多么的不一样。这个是电梯，如果上面的门关着的话，电梯它是不会静音的，所以大家放心。这个是它的洗衣机、烘干机的地方。对，这个的主卧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说海港，可以看得到。新年新气象，如果觉得刚刚的地方看得风景不错，那咱们可以眺看大海。无论是独自美丽还是众乐乐，都是一个绝佳的角度以及方向。然后它的窗帘是电动的，可以按自动电动，然后又下来。你看主卧这一块，它运用的石头就是大理石，大块大块的整切，更能显示它的格调，叫打气风格。每个石头都不一样。也可以约上你的闺蜜喝杯茶，可以这边可以做一个闺蜜下午茶时间。那忙碌了一天，在海风会吹散你的疲惫感，这边可以边泡澡边看电视，还可以来一杯红酒啊。三个客房，大家可以进去看看，都是套房，实打实的低调奢华。你可以看到客卧里面的每个石头，它的用料都不一样，就是雕饰也是不一样的风采啊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好的房子的洗衣房都是用上好的石头搭配它的格调。跟朋友们打打坐了多久？还有这个饿了吗？可以来烧烤。那如果想小酌一杯呢？那这个地方是你很完美的地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那这边还可以打高尔夫球。那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，还可以这边喝茶看书，是不是很完美的地方？I can't hate it.